吴先生，虽说你有防杜之才，无奈胤禛却无李世民之命啊，委屈你了。这点东西不成敬意，送给你安度后半生吧。先生是在笑话我？哎呀，子爷啊，子爷，你怎么就不明白皇上的一片苦心呢？啊？我是不明白他老人家的苦心呢，我只知道他心里已经默定十四弟做他的继位人了。好，何以见得？就是瞎子也能看见。先不说王师傅上表举荐我被他老人家废除，就说老十四吧，他进给他老人家一口匣子，里面竟装的是一只死鹰。